会这样讲他，他会生气。没有形容特征，他长得像祖先。他脾气不好啦。没有诶，刚在我们在那个货运那边聊天，他还蛮不错的啊。他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点不能提啦。哦，不能提到那两个字哦，是不能被夸美女啊？不提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他，我就讲了他一句，就是机车驾照有那个这边的人开车都很可怕，他就带我们从那个呢，从那个桥上高架桥上的洞飞下来，超可怕的。哇，这么危险啊！对呀、啊，哎呀，现在就到了。嗯，我开始讲了。我之前考这个考，对啊，很可怕、欸。所以我就说他汽车大卡车都考啊，有一些比较他比较在意的地方不可以提啊，像开车技术啊，还有长得丑啊。啊，你等一下就要，就是找那个、哦，先送货打工你。啊你嘞？我等一下没有吧？我刚已经送了很多次了。嗯？我刚你在没驾照的时候吗？对啊。所以我刚刚开的其实很小心啊，红灯闯很慢，然后就是逆向的时候也慢一点。哦。主要是那个啦。刚刚有几段路让我觉得很不开心，我就不知道是老板对我看我不开心还是怎样。就是我比如送台北好了，送完之后叫我送桃园、那再应该是顺路下一个对不对？嗯，啊结果他不是就叫我送去台北。哦，对，来回就台北桃园这样子来回跑。可能那个吧，刚好那边有客户吧。就刚刚你不是有看到一个叫做什么红色辣椒人的？嗯，他刚刚就是好像跟我跑同一个路线，但是他的车技我真的是觉得不怎么怎样。他刚刚一直撞，我的行车记录器都拍下来了。嗯，这边的人蛮可怕的，刚才那个十岁小妹妹开车啊。哦，好像很稳哦。要到了，要到了。耶、yeah 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晚点你要考摩托车或卡车，再来这样子吧。好啊，啊，反正先拿到一张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哎、欸，车子怎么啊？你的车有回啊？不是这种，妈的呀了。哎、欸，这台车就不会不见了哎、欸，怎么办？那我们就把它开走啊。考官送你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佛心来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位，我忘记你叫什么，还是你根本没跟我说。阿嘎，好，你要不要上他的车，然后我开我的车？哦，你有车哦。不是，不知道为什么考官不回收。哇，人也太好了吧。对啊，我们就不用叫计程车了。对，啊，你们要去哪里？回去刚才那个、啊、送货中心哦，好啊，欸、我想去捡垃圾、欸，我肚子好饿。啊，你不要捡垃圾啦！不要，我就是等那个啊，人家服务生会往外面丢，丢的瞬间我就去拿。你说那个外送中心外面哦？没有啦，餐厅啊，我刚刚送就是送卡车，他们会送一些吃的啊。哦，啊，刚刚服务生丢出来，我就去捡啦、啊。那不然你现在是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要跟我去吗？阿嘎，你饿吗？我还有一个面包哎、欸。那我们走，跟我来。就这边啊，
这个啊。对啊，你等下开大卡车这边都可以，会来这边。那个服务生，你怎么知道服务生有没有出来丢食我物？刚好看到啊，反正这边食物都新鲜的啦，没事没事，真的吗？真的啦，哎没有，那上面都有苍蝇在飞耶。没有啦，那些是蝴蝶。哎呀，他怎么不见了？他不是说很饿吗？不是啊，他我跑拿进到一个去面了，包哎，对不对？新鲜的。这样子，可是别人看到好像不太好。不会啊，就只有你跟我看到啊，我也是觉得那个很好吃啊。啊，那这空保特瓶可以干嘛？卖钱啊，我们。台湾不是可以保特瓶卖钱吗？哎、啊，你去哪里？就做刚资进源去酒回吧里面领收哦，钱啊。哦，里面可以领钱对哦。啊，而且我想说里面应该会有吃的吧，结果他全部都只有卖酒哎、欸。酒吧，我想说应该会有点炸点什么的。你就是这边翻一下啦。啊，可是我怕拉肚子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阿嘎是谁啊？我真的对他没印象哎、欸。对啊，然后翻出一张纸条说：“或许你应该找工作小东，我们被垃圾桶呛了。”欸，哎，我也被呛了。这个怎么翻不这个好到？像打不开、欸。我刚才只有翻绿色的，是不是锁了啊？空保特瓶，空保特瓶可以做什么啊，小东？台湾不是可以卖钱吗？这边应该也可以吧？哦。还是可以拿来装水啊。你那地上都是虫虫嘞！没有啦，那些是毛毛虫，准备变蝴蝶了啦。哦，不行啊，好哎、欸，我好像臭哦！没你电话，既然我都已经帮你考过驾照了，给我电话好不好？我的电话是701660。对不起，你们还是加我好了，我的手机号码比较短。那我的2288，为什么你那么短？为什么你那么短？我不知道。冬天的冬哦，被叫短，我好好难了好过了，啊！你好，你要寄简讯给我啊，不然我不知道你是谁啊。有吗？有一个7472呢，有传给你了，701660。那我们回去那个啦。哎呦，救护车怎么在这边？你好，你好啊。护士你小好，姐，哎，护士先生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这里有人发生意外吗？没有有啊，我啊，只是去考驾照而已。哦，对啊，路过。后面门开了，帮你关起来。没事，这台车门会自己四关，七二一零六，这样危险七的，二你一要零小心呢。没关系啊，我安全带有系着，我不会被弄走就好了。今天院长是不是没有上班？一开始有上班，后面下班走了。哦，因为刚刚我有两个朋友要去面试，他们刚刚传简讯给我说，他们还在等院长上班。是不是那个杰伊跟地沟啊？对啊，杰伊跟竹竿。对啊，地沟啊，我知哎、欸，道啊。好，是不是医护满了？因为我稍早看到一大堆人在医护前面排队、欸，那我满了，才四个人。才四个人，那我要去应征。院长你不有什在。么专长可以去应征？我会捡垃圾。医护局才不需要会捡垃圾的。护士先生，你们医护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？医护专业的人才啊。那我
自走棋。我会帮人家算塔罗牌，让人家心灵快乐，可以吗？那个算心理系的吧？你是不是瞧不起心理我系可的以去那个啊？呀，做心理咨商那啊。请问你是外科还内科的？我是精神科的，啊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叫米酒。米酒。对，米酒。米酒，你是不是有喝？现在没有喝，晚一点应该会喝。我看你有点呛啊。你肯定是看错了啦，现在很清醒的，我还能走直线给你看。嗯，走走看。你看，直线，再我待走久在一这，点呐、啊，再待久一点。你看我走这个直线给你看哦。你才没有很直，有啦，一定有，中间上面有人嘛。最歪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啊。哎呀，你们医护局，你们院长人怎么样啊？不清楚欸，因为我也是刚认识院长啊。不过听他讲话方式挺凶的，刚有人在急诊室那边吵吵闹闹，就被他轰出去了。哦，感觉很有威严呢。对有没有威啊，严我不知道啦，但很凶应该是一定的啦。对所以啊，院长还没上班啊？下班了，我刚哦，打他电话也没哎，不接。要挡在马路上啊，进来有人点。吗？那是我们的人吗？没有，我们站在路边还好。好了，帮你去送货好好嘞，先这样咯，了。好，我拜去，拜拜。拜拜。拜。拜拜。不知道鬼岛有没有像车行的工作车行欸？对哦，啊，修车厂之类的。感觉没有欸。修车厂对哦。啊，我以前就是学汽修科的，想说来鬼岛可以用一技之长当个黑手。你可以去不做然你可医护啊，以，修理可人啊，以帮人家修啊。对啊，你可以修理人啊。啊？不是啦，我说他可以帮路上，他可以当道路救援啊。可以啊，可是。你开一台车，开一台货车出去，当道路救援。哦，你不熄火的诶？你要借我开是不是？诶？哎，哪一台我的啊？都不是我的。这一我台记得我有啊，熄这火台，啊。我还没有，我这台啦，这台可以啦，这台。那哎，你你要去去哪？哪里？我们回去那个啊，去送货啊。好，走啊。哎，那个小东是不是也不太会开车？哇，来尬啊，看谁先到啊！为什么这边不走，要走那边啊？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被 GPS 骗，然后往另外一边走。好无聊，你们要吃广告啊？果然导航导错，你看。
导航导错了哈！你怎么翻车？谁翻车？那个翻的车不是你的？我的车在那边啊！看到那个蓝蓝的那台车，翻车是谁的啊？翻很久了啦，我刚出去就翻了。是哦，好吧。我停外面一点啊。想呛我？哦，好痛哦！我还是觉得这是大卡车的驾照才能开、欸，它不是有分机车、汽车、大卡车？那不然我开一般车送货也可以、啊。哎、欸，他不是说他没钱骗人哦？没有，他可以登记成鬼岛的负债的样子。哦，好啦，那你慢慢开哦。可是我怎么知道要去哪里？你先开出去就有了，你开出去就有了。哦、然后你开到定点之后，然后你就要下车去拿包裹。好好。哎、欸，然后包裹的地方你要找一下，会有人在门口等，那个会有绿绿的人在，对吧？橘橘人在门口等你。好好好。你开什么车？你看那个一般车其实也蛮大台的、欸，要交六千块的、那個，黑色那台前面那个。哦、你叫六千块。你要先上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先开吧，有人要开了，你先开出去，你先开出去。好。那我先走啦。好，慢走。我想尿尿。先尿个尿，待会回来。哎、欸，你吃广告哦，待会回来。哦，敲到脚，回来啦！其实还是想去翻垃圾桶、欸，哎、欸、哎，等一下，我的帆布鞋这么是高的哦，我是在脚踝的哎、欸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。小七哪个七？有有有。哦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啊，来这里干嘛？啊，他带我们去找这个工作啊。这有好赚是不是？没有了，那只是那个、啊、保证金啊，到时候可以领回来的、啊。他可以先借款啦，可以先负债啦。对啊，还是有没有要跟我玩那个剪刀石头布赌钱？来，怎么玩？我最爱赌钱了。感谢来鱼六个月，写字条没错，一场500。可以，来，好好好，我也要参与啊。
赢的还输的？不要讲出来。好。干，平手。那你们是一把决胜负还是三把？一把啦，当然。哎，不要偷看，不要讲出来哦。我裁判啦，我不会讲啦。哎，裁判你来看，嘿，他写剪刀，我写石头。好啦，给你，我给你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哎，还不住给钱哦。才一场而已，那么神气哦。好了，玩完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不行这样的啦，再一场啦，不行这样啦。好，再一场，再一场。我好像没有穿过这种比较高的帆布鞋。还我钱呐！看，看你们在干嘛啦？浪费时间哦！什么浪费时间？这在赌博。哎哎哎！丢在我屁股来啊！你还要是不是？一千六，来一千六就一千六，好。你写什么？欸，我觉得赌路人的那个司机的性别比较好玩。可是市民很凶欸。没有啊，你就在外面看而已啊。哦。来来，一千六，一千六。还是你要赌接下来进来的人？干！再赌啊，再赌啊！妈的，在地上，在地上。不玩了啦！不玩了啦！哼！小马，小马。胸口有那么多毛。哦哦哦哦，你车小心哦。我先走了啦。对呀、啊。没有啦，我们自己说有就有啦。自己说有。对对对对对。小姐。哎、欸，在谈正事，不要在那边撩妹啦。对我一个人怎么了吗？你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吗？结业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们。啊、你这么好讲话的、喔？哎、啊，认识朋友吗？你们不是一起是外送员吗？是啦。你不是打工的外送员啊？我是啊。不是的。哦。那跟我要电话干嘛？哦，我是，那我可以跟你要吗？看到了没？我是那栋大楼的那个。老板，看到吗？那栋在建的这栋啊？对对，现在在盖。对，我把我真的吗？去盖那栋大楼，我是那栋大楼老板啦。阿夏，等到时候盖好的时候，你可以来那边找我啦。哦，那你在这里干嘛？我在这边接你下班呢、啊。不是啦，我在这边看他们有没有认真工作啊，顺便等你啊。小姐，下班有没有空啊？应该是有啦，但是我们可以先当朋友，就一起去喝个酒之类的，要不要？我很少喝酒欸。哎呀，喝酒是人生一大乐趣啊，不喝就可惜啊。喝酒我也不是很在行欸。我也差不多啦。所以你们三个都是同事哦、喔？没有，我是，我也是来打工的啦。不是啦，我跟另外那个啊，站在那边那个讲电话那个，他好像在谈什么大案子啊，很忙啊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是不是在医院看过你？你是不是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去医院找一下那个以前的朋友啊。
哦，你不是受伤或者是感冒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是去找他聊一些事情啊。哦？哦，你的电话那你呢？的电话。不是说给我们那个我朋友啊？对呀、好啊，好啊。你还用写纸条的？729949。啊，你怎么称呼？我叫杰一，我姓林。7299，然后嘞？729949。小马，喊不住，啊，怎么啦？还有没有事做啊？不然我可能去送个外卖了啦。可以啊，我觉得这样可以欠债的话，要不要我们去租那个是多少？货车，然后工作一下？四五。对啊，因为我刚问一下，如果要坐拖车的话，还要先花15000买一台拖车啊。多少拖多少多车少多少哦，多少多少？啊，还有计程车吗？多少多少多少？好像也是15000诶，那 Twitter 在打广告啦。哦，好贵哦！杰好像一啊，是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又忘记你的电话号码了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我再讲一次。还是你加我，我的很短，手机号码很短，42288。2288。对，是吗？我叫陈晓东，然后是冬天的冬。记得是。有收到吗？哦，有。你们再传简讯给我，不然我会不知道你们是谁。好。哪一台啊？对，之前那个杰伊搬垃圾桶的那位，你要小心这些人呢。我刚刚有听说一个10岁小妹妹被抓去到哪里？10岁小妹妹，对啊，刚刚有个10岁小妹妹在这边说什么，有个叔叔哥哥说要带他们出去开车之类的。真的吗？可是他说，就是他是那个房大楼的对面那个大楼的那个老板哦，所以，哎，他可能只是穿的比较时髦一点啦，说不定不是他们吧。你要租这个哦，我想要租租看8000块耶。好啊，你试试看啊。那个10岁小妹妹有没有怎么样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哎，刚刚就在这边8000块感觉很慢呢。聊一聊，我就开卡车出去送货了。哦，先去试看啊。哎，怎么？你是开卡车还是摩托车？刚刚看你开摩托车哎，骑摩托对车。啊，对啊，我是骑摩托车。哎，怎么不开卡车？没有钱吗？卡，没有，那我就想说，摩托先一个坐，看看有什么不一样。啊，你是不是没有驾照？我跟你等一说，下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全部的员工都没有驾照。啊，这对啊，所以我想说，等一下晚一点再考。我刚刚有考啦，如果你要考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啊，哦，就对是哦，可以偷偷双载这样子。嗯，然后刚刚他如果有钱的话，也不在这边猜拳了啊。他们刚刚猜拳输的要赌500块。要去我要开？先去面试了，我你要面晚一试点什就很么？对，医护，哎，我要去，你有车吗？没有骑脚踏车来来的。这边，我还是要做医护。是你买的车不是，我去考的车，可是没有回收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不行吧？要还给他们哦。借一下，借一下再还啊。哎，竹竿，你要竹竿要面试了，上车吧。还是车借你们？你开好了，等一下再一起拿去还。这才两人啊，只能坐两个人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我还有一台啦，刚刚跟别人一起的车。不然我跑过去好了啦。那现在你开，你开，我去开另外一台。我没有驾照呢。没驾照你不要闯红灯啊就好啦。试试看嘛，有是有机会啊。哇塞，我画面卡一下，还好车技不错。啊，你怎么追这么快？谁？你呀、啊？我没很快啊。我刚刚被市民的车撞到，然后飞过来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没有哎、欸。虽然我快饿了啦，啊，那个应该是员工啦，闯红灯那个。哎、欸，有陈小点、陈小春、陈小东、欸，哎，哇，我们懵了。很紧张呢。为什么？面试了。哦，我以为你是，哦，没事。我应该是抱着玩的心情去面试啊，哎，会不会上就不知道啊。那会上就是会上，不会上就算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也是要面试的吗？我去听听看啊，因为我是不知道做什么啦。医护也可以，不做医护也可以啊，因为不做医护比较自由啊。可能是现在车子比较少吧。你那就走啊，现在没有警车，走啊。不要啦！我要走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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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吧，你也是不敢。拜拜。不要这样，很危险啦！啊。哇，你被警察逮到了。我就说是后面这两个人怂恿我的。你觉得警察会相信你吗？会啊。走啦。哎、欸，你没熄火哎、欸，记得熄哦。刚小米酒不是刺青吗？刺个青而已，我没熄，对不对？很凶哎、欸，看起来。刺青是母有什么死啊？问题是、啊、问题是他年纪吸毒的那个我不能收啊。对啊，我刚才是恰理你啊。你不要讲鬼岛话，我他年纪听不懂。好他说他刺青而已啦。哦、就这两个。对，我们想要面试院长好。啊，你好。啊，这两个吗？来，请你到柜台前面来，一个一个来啊。当然是医护家打工啊。啊，你叫啥名啊？我叫杰一，姓林。林杰一。是。啊，好的，那你请问你的那个艺术的专精科目是什么？以前在哪里读书或高就过呢？以前是护士，就是护校毕业的，可是我后来就没有当护士这样。啊，你后来没有当护士，那以前在护校毕业的，那你的专业就是一般护理科目是不是？
对，可是我后来就是护士毕业之后就跟朋友开了店，然后就开了什么店？开咖啡厅，然后就没有专职在护肤哇，上。那这样子，哎，那你面会试不真会的就很跟严自己格认哎，输了？看是没有救了。可能，所以我需要我们人做知坏道。事了。你需要知道，那你来，指导，指导，你要指去知导。道的地方，应该不是来医院啊，你应该回去你的护校重读，你知道不？说不定你考我一些问题，我还会回答得好了，基出础来。的急救过程。基础的救护过程吗？啊，是的。他回答不出来。确认伤患。什么确认伤患？确认伤患的那个什么受伤，天哪，我都比他是懂在哎。哪里？是怎么受伤的？或是他是生病还是怎样？生病还是怎么样？他这样不行哎。让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。动作，喝咖啡。医护，我觉得就算了吧。观察、交谈、检观察，查。观察，那好难。观察伤患的伤势，他是然跑后去 Google 了啊？跟病患交谈，看他的就是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，或是有什么其他的症状。然后检查就是可能后续的追踪或是身体检查。那你一般注射是注静脉还是注肌肉呢？动脉啊，什么？点滴的注射，点滴的注射怎么样？一般是打在肌肉还是静脉？静脉。动脉吧。啊，好的，下一位啊，后边那一位，你也是来面试的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院长。啊，你叫啥名呢？我叫竹竿。竹竿。你之前是在哪里高就啊？我之前还是学生啊，有学过一点基本的医那疗，你之前是学生，是学什么的？是静脉啊？为什么？学旅游的啊？你是说主要那是你因为要喜欢打那吗？个静脉回心？哎，动脉可可是是动脉是回心脏带不人是旅游吗？需要基本的急救常识啊。那你应该做的是导游去不学对，急救静知脉识，是而不回是来心，做一名医生啊。动脉回我心先脏没错啊，吧？院长，那你也考考我吧。好像反了。说不定我也能符合你们的要求啊。动脉，刚为什么李世民会过啊？我们通不常可 X 光啊，是用在什么个地方呢？能。X 光吗？你顺便把 MRI 也讲一讲好了。哎。X 光用在外部看不清、看不到的伤口啊，伤势。你他娘的不是在讲废话吗？我操！我觉得你还是请回吧，你回去做你的，你稍微自己准备个绷带或者是急救包就能静解决脉回人心脏，了，动脉粗，而且动你就脉能血压做太帮高，你大的的话，啊团购啊，你的旅游的成员啊做哦，一些所以初有，步的急难怪救我的有次包有一次扎。掉点滴的时候插下去，我的血我竟然看是你倒流。好像不太适合这里，你还是请回吧，竹竿。嗯，好吧，哎，谢他谢是院说长。竹竿还是竹竿啊？啊，这位小姑娘，那个是啥子来着？接医是不是是。啊？啊，你跟我过来啊！院长，咋地啊？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有那种死在那种，就是倒在那种高空的地方，我们这边有救护直升机之类的吗啊，我等等，给你们派遣啊。？OK，OK。要有需求找我一下就好，因为都有我院电话。长。我了们之解。前有学过直升机，他怎么又学过啦？你还好吧？就业失败。没事啦，人生往往都会这样的。
啊，是我不够好。没事没事，是那个问题你会吗？哪个问题？他刚刚问你什么？可我听不太懂。突然想到学妹，我没有你电话。他问我 S 光用在什么地方啊？然后什么什么 M 什么码的？你叫什么？我听不懂啊。我也听不到他讲什么。X 光用在什么地方？你刚刚不是回答说照射什么外部伤害看不到的地方吗？啊、他说这不是废话吗？我又忘记电话了，多少？不就检查骨折或者是内伤之类的，应该要这样讲吧？不清楚啊，他后面那个问题也好难啊。我总觉得他问你问题跟问那个女生的问题不一样啊。对啊，解一的感觉很简单诶。对啊，他那个问题我好像都会回答诶。应该是先确认三晃有没有那个意识，然后再帮他做紧急治疗。然后不能动到他，怕什么身上的骨头会骨折，有的没的那种啊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差那么多啊，问题。我的怎么这么难？啊，是个性别歧视啊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？你真的想找工作，就一直跑，就去跑那个啊。你也是专职的送货员吗？也不是专职啊，想到就去送个货啊，啊，不然就去翻翻垃圾桶啊。啊，要开单多开个三千块。那你有什么目标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就只是来赚点钱，帮家里还债而已啊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是补点的话，我们再收1.5。啊，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渺茫啊！不会啦，那他应该等一下也不会出来了吧？又回车库吧？那我知道，继续去跑单子了。对啊，我去跟他讲一下。那个谁啊？那我先去跑单喽。好、啊，那车你就开走吧。那我们这样的收费标准是这样的啊，因为我们出动直升机一个起价就是3000元嘛。怎么称呼？那我们远距离车位7公里，我们还在加1000元，就是4000元。好好。那读点的这个加值呢，就是再加1.5倍，就是做这个服务这样。那我们再看他们的，谢啦。看他们的那个。哎，你做什么？哎，小东。他们的有什么？有拖车。拖车。有拖车可以坐。对啦。在哪坐啊？就跟那个计程车一样，先去车行买一台拖车啊。嗯，然后嘞。然后。就可以拖啊！你如果真的买了想要做的时候再跟你说吗？对对对，你再问我。哎、欸，我们有电话吧？我记得。对啊，有啊。啊，你拖一次是多少钱啊？我拖一次市民的是700啦。啊，是拖到哪里啊？拖到那个修车厂那边。你知道修车厂在哪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修车厂在你 GPS 医院北边一点点，就那个方向，大概两三个路口吧。有一个什么 UCMC 道路救援的。那就我们家公司啊。那我看不到哎、欸，你可以上车接我看吗？好啊，你上我车吧。有看到吗？我的导航。哦，原来是北边哦，我看错边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感谢感谢。怎么了？那边可以修车啦。好啊，那有。那你如果车抛锚了，就是动不了，已经动不了了。要拖车再找我。哦，好啊。OK，谢啦。好，拜拜。林子燕还没，刚得知就是。先带西明去，还是一定要带西明去啊？这个是回收的吗？现期的，然后这个是送货，可是。感觉这个赚比较多啦，但是不自由。啊、但这个有油钱，很麻烦啊。才刚准备要出行而已。啊，准备出行的手续交。他说一下吧。
六。要一下点。对，我还没决定职业，再想一下吧。而且那个卡车很大台耶。停下来！刚刚是不是抢车？你要抢车？嗯，因为我这边有警报。小五做警察，真的假的？抢了一个四人座往那里走了。我们想这一台。嗯？你先路边吧，我先停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也面试上了、喔，对啊，恭喜啊，先走喽，早上上的，好，先走喽，拜拜。要开卡车赚大把的，还是开摩托车慢慢玩嘞？好纠结哦。那你怎么办？嗯，我没关系啊。为什么？可是你不是也想赚钱出国吗？不行，我没办法一直看他那个衣服，我会强迫症发作啦。可是他就喜欢那个衣服啊，就像我喜欢我。他喜欢，但是我不喜欢啊。我尊重他嘛，但是我没办法一直盯着他看。啊，不然你说说怎样才是？啊，我要换什么衣服才好看？你说说，不然我帮你搭配嘛，你看你有什么高见？啊，你看你有什么高见呢？哈，拖车一次700啊！首先第一个，你要先把你的胡子刮一刮吧。那不是叫胡子，那叫汗毛。那你这个汗毛也有点太多了吧？汗毛太多、啊，他可能天生就这样子啊。而且你那个口红现在其实不流行这种的吧？这比较像那种艺伎在涂的口红。我就喜欢日本文化，不行哦！我真的很爱管这个管那个哎、欸！啊，你不是问我有什么高见吗？啊，是啊，你继续讲。我到底要不要讲？我讲了你又凶我。嗯，要，没有，我突然这样被人家这样讲，我有点受不了哦。我精心打扮的哎、欸。你精心打扮的，精心真的精心，不是你从家里随便抓几件衣服出来的吗？拖吊车吗？这个花了我15分钟哦。
花了你十五分钟。你觉得让他帮你挑几件衣服，帮你整理整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要是不喜欢，可以换回来呀、啊。不是啊，他那没有，他刚刚说到口红，然后嘞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我的汗毛口红。是啊、你喜欢日本的穿着，就是比较跟大家不一样嘛。但很远。我看我现在这边的人的穿着，跟我想一下我家乡那边。就是我觉得像你旁边那个蜜桃，我就觉得她穿的还不错啦。就是我们一个女生穿的总是要有一点，怎么讲，要有点姿色啊。你那个穿的就很像，这我怕讲太直接伤到你啊。没关系，直接一点，我不 care。你不 care 吗？你。听起来很 care， 不会，你就直接一点讲，我就听听你最真诚的那一句。你里面那件 T 恤就很像那种路边八加九穿的。如果抓到车就没钱，你是说那个吗？哎，那个，崔家富过来，怎么了？他刚刚说我这件衣服看起来很像八加九在穿的，你那件 T 恤你怎么看？我看一下。配色是有一点奇怪。是吧？不是哦，哎，这个什么？